我们现在在 JB 乘车，我们现在要去哪车？Hello， 我们要开始出发啦！到啦到啦！那我们来一次 room tour。这边是一个厨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smart TV， 这边有一个大很大很大的镜子，所以这边是第一个房间。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不过没有厕所。这边是女孩子会睡的地方哦，是有六个床的。然后我们再走着出去。然后这一边呢，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common 的 bathroom， 他已经准备好一些 BBQ set 啦，然后 steam food set 啦，可以给我们。然后这边也是还有一个房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好大一下的泳池。正靠近了吗？ Hello。 所以我们现在来买食物for我们今天的晚餐。是什么？太积极呀！作为今天的主持人，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啦。家咧，我呢一个咧就系个皇冠啦，你恭喜晒啦！俾啲掌声啊，大家！做咩劲啊？开下十五个。会啊！连机，快啲连机！我们邀请我们的颁奖者，非常荣幸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带上去。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的吗？哎，是你搬的应该。是的，对呀，这个。哦，他有一点呆。哎，这还是要说。哎呦，你好，小姐。对呀，真正正的小姐。
们呢在中学都没有那么熟，只是从风范毕业后开始大家更玩在一起。从2005年毕业，我们那个好 lame 的 Friends Club 就是 KFC， 话说有成立12年了。我们一年里聚会的数次没有很多，但大家在一起总会有想不到的火花。这个 club 好乱， A 先生 maybe 有可能跟 B 先生在一起过， C 小姐又曾经跟 D 先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情，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见外，反而更酸大家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周末聚会，但充满着满满的爱。我们有开心的在泳池玩、跳舞、说笑，也傻傻的对着蛋糕围着圈子，说出一些感性、感动的话。谢谢大家，真的非常之言。这一切都因为我们 KFC 里面第一位女生，就是苏慧恩 ，GG Show 小姐，结婚啦！慧恩，我们祝福你。你就嚟结婚啦，有啲咩我讲啊？好惨啊！我结婚啦！结婚咗之后会点噶？算啦。大家有什么话跟苏慧恩讲一讲的？恭喜慧恩，为他要好好疼他，一定要疼他，疼他，把他捧在手掌心，掌声为。我没有流泪啊，只是眼光对，但是有老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已经过了第一个十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希望啊，我们还有第二个十年，第三个十年。我本身也不是很多朋友啦，可是我很珍惜这一段感情，因为都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嘛，所以有你们的话，在我生命中一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。没有，真的是超支费很少，然后不是很少，就是。可以维持到现在还有联络是很少，然后其他就是真的是 say bye bye。对啊，然后不记得名字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种很糗。然后他走要买桃子才找你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东西要做啊，但是一年一次啦，至少啦，有一些 gathering 啊， fellowship 啊，这很重要啦。很多人就是缺一个阶段啦，就是只有那一个阶段的朋友，然后另一个阶段只有那个阶段的朋友，所以我觉得有 chance friend 是一个很开心的，很 proud 的，我觉得就是很 proud 有你们这么朋友。不必牵挂，今日完全付托。